今天我要用10块钱不到买一份非常奇葩的零食啊，带回家做烧烤吃啊。这个是金币巧克力，这个是石头巧克力，还是足球？我觉得还是买这个石头巧克力啊。用石板来烧烤这个石头应该挺好吃的。我们先把钱付完以后，马上就小跑回家，因为我家比较远。先到营地了，现在就可以烧烤了。烧烤前先要打开的啊，这看起来挺新鲜的。起锅烧油，开始高端的食材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石头造型的巧克力烧烤好了，先拿个给老表尝尝看。老表不吃，老六吃不吃？老六吃了，老六什么都吃。再舔一下，啊，不能吃啊。真香，哎呀。